大家好，我是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的小生演员，我叫吴凤花。吴凤花，国家一级演员，师承范瑞娟。她戏路宽广，善于塑造不同的人物，扮相帅气俊逸，表演形神兼备。在继承范派表演特点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是《梁祝》当中的回十八。梁祝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很多剧种曾经都上演过此剧。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师在舞台上塑造的梁山伯这个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这出戏呢，应该是越剧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回十八应该是全剧中唱作并重，属于梁山伯的一场重头戏。这场戏主要交代的是梁山伯得知祝英台就是小九妹，而且留下了许婚的聘物御膳罪，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一夜都没有睡好。等雄鸡还没报晓的时候，他就沿着祝英台回家的那条路兴冲冲地在钱塘道上行走着。好，接下来请乐队老师。刚刚呢，我们在唱的那个《过一山又一山》，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尽量要找到视觉上山跟下山，在这次表演中要注意的。大家发现没有？范老师在润腔的过程当中，他比较善于垫一些虚词，就是前面唱到的，他虽是水里，这个。唱词里面就是作为一个垫词，这个以嘿呢是人物的情绪需要，以嘿有点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笑，表演上呢发现了范老师有很多地方重复的出现，这是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到后面那个独木桥上，这女一很比较典型的三不正字，也是范派非常典型的点头腔，就是连续用装饰音来揭示。大家都记住这一个范派比较典型的几个润腔方法。
很多观众提到《回十八》这一折当中的形体，那我就现在穿上练功服，把这一节一部分的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我前面提到有扇子，有好多朋友在拿扇子的时候都在中间五五开，但扇子应该是三七开，我们用三个手指，千万不要整个拿，因为小时候老师教过文胸五度，教就是教父的话，这个扇子在我们一般小生扇子在都在齐胸，除了这些特殊的要看的之外，我们扇子会提高，尽可能用三个手指，包括这些一边向，然后角度要注意，千万不要整把抓，不好看。这是一个，包括收扇子，前面有除了特殊的扇子要注意角度，然后我们很多小生会就把手伸得很大，打个比方说我像我这么大一个手张开的话，可能只有楚霸王这些比较适合，我们是纹身的话，尽可能这个虎口要收起来，这雅致一些，千万不要这样，然后手上又没劲，就耷拉的不好看，这样提起来用中间中指这样提起来，包括收扇子，它也有一个收扇子，也要三个手指一起收，千万不要不好看，就大家都要注意，尽量用三个手指收起来，包括这样提起来，腋下要空起来，这是一个。然后又提到小生的抬步，一般小生我们八字注意出去一定要亮靴底，这样直的是错误，一定要亮靴底亮起来，然后纹身稍微窄一点，假如说是唱武生的话，我们可以提一点，像梁山伯尽可能到这样走一步，一定要靴底要亮起来，然后人的角度就像前面这些动作哈，这个脚要配合，这样会怪怪啊。就前面有说到回十八，他那个一圈抬步，因为我们戏曲的城市动作归根结底还是要为人物服务，就走抬步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抬步其实是台上走的很小了，但是这个情绪呢，眼神当中他是要用一种急切的心，眼神还是要亮，千万不要温掉了，这样我走慢抬步这个眼神还是温，眼神还是要喜庆当中，好像恨不得这样飞过去，眼神要在急切的行进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样走。我现在是亮基本功，看看下面谁鼓掌，就为技巧而技巧，太死板，就失去这个意义了。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有讲到这个我们戏曲的扇子这些技巧，我觉得现在京剧有很多把一十八，也有我们越剧很多演员进行了移植，台步啊形体动作都进行了给我们丰满，我觉得这些都作为我们年轻的越剧剧种来说都可以去借鉴学习，尤其是在练基本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可行的，无论从形体的动作的角度还是从台步的训练。关于到台步，我觉得每天应该是你要有时间已经去训练它，这些舞台上的城市动作肯定离不开平时的训练，哪怕你台上一站，就你平只要是懂行的老师一看这有没有练过功，你没练这样就下摆虚掉的，一定是稳稳的，角度一定要靴底一定要亮起来，然后很多人会往这边走，这样就是立脚的时候不好看，那我觉得刚好把这个折子全部在里边，然后注意角度，同样眼神千万不要这样直直，就手眼身法步要协调，我这个手是往扇子是往这边指的话，那我眼神肯定除非是也是打背弓，他怎么样我才可以跟台下观众交流，这些是特殊的表演，这个手眼身法步一定要协调，要连起来，
千万不要。这个眼神是直的，哪怕你生一个大眼睛，你真正也不过如此。一定要学会用眼神，尤其是梁山伯，他那个憨厚，范老师在舞台上举手投足之间，他是这是一个憨厚的书生形象。这个头稍微有点角度，有些特殊的动作，包括把柴单这些，头要是不好看，就缺少一种美感。时时刻刻注意梁山伯这个形象，憨厚的一个书生形象。吴老师您好，能不能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抖水袖的技巧，手呢在水袖里面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谢谢。我们在就是戏曲水袖，尤其是小生水袖，注意下去的时候八字形，这个八字下来回到胯骨旁边，回抖一抖，找到中间那个折，回，一般是三下，一、二、三，用大拇指挑起来，中间那个皱折刚好是这样一抖，皱折找准，一、二、三，哪怕有时候你没到位，舞台上在观众不知不觉中，要在人物中。把它水袖，舞台上水袖一定要整齐。有时候就说你形体动作安排不经意的时候耷拉下来，你也是要在观众不注意的时候，这样把它干干净净的，然后整个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拍照都有一种美感。应该说无论从唱还是做，可以看出一定的功底来，就是在个别的字当中还是出现地方口音。前面那个长亭在的在，夜里是长亭在，不是在在在在，哎，长亭在在，这是一个做应得做应应一做应应，加个小做应。对了，得就差一点点，要不然做应应就变成倒字了。太沉。哎，这，然后那个欢欢喜喜的喜，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你是可能读尖音了。欢欢喜喜唱。不要欢欢喜喜，不要读尖音，
欢欢喜喜藏起来呀，喜啊！然后那个恨不得，不是恨不能啊，恨不得。恨不得。对，然后那个他，到那个他这个收枪还可以好，插翅飞到他，再说的干净，他再来飞到他。对，你这个气息再稳一些，稍微有点虚，他。再放开一些，加个装，装，加个装饰音，装，装，嘿，我这儿唱不好。哎，就是气哈，要气口，因为你没有吸气吸好，到后面就觉得气不够，就关键一个细节，装。气口要吸足了，就这个，我就觉得我待会儿都快，一跑起来的气都跟不上了。哎，因为就是在走台步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大停顿，恨不得其实你也在吸气，很情绪，很不气息，不要就我现在是夸张的啊、哦，台上不能很不能这样，要不然吓死人了。就是其实你也在吸气，一口大气已经吸进去了，时刻就捕捉吸气的机会。情绪也可以带进去，供你参考。谢谢吴老师。吴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您在唱那个过了一山又一山的时候，如何能把他这个上山的这种感觉给找出来？上山感觉就是眼神，就是眼神。动作呢？动作除了我们戏曲的规范动作之外，上山我们这样有就这些小动作，上山完了之后，眼神上山就是眼神，不要上山眼神往下，错了。上山给观众的感觉就是，除了形体动作配合完之后，就是眼神往山上走，这就是最明显的区别。下山，我们是下山这样走，眼神往下，就是上山跟下山的区别。好，谢谢。吴老师，就是为了感谢你对我们的指导，然后我们海文越剧团的乐迷，然后给你准备了两件小礼物，送给您和您的牛牛。谢谢，谢谢。祝您的牛牛健康快乐成长。谢谢，带牛牛谢谢叔叔。您看这里面是那个2008年8月，就是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时候，您跟那个牛牛跟您一块儿同台表演。当时我是开玩笑，我说当时那个化蝶，梁山伯有点像，不是蝴蝶变成蝉蛹，真的非常有意义。谢谢。
梅花 Q 路请小心，我今日你手摸掉脖子去，记得成了贼过了关，他曾经比较富为妻把啥干，快快洗洗藏起来啊。